在起才是我们刑事女警组艰苦训练的开始。有人说我们女警是花瓶，只配做做保护妇女、指挥交通的轻松工作。我们一定要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我们女警不但跟男警一样，可以负责各种艰巨的工作，还可以超越男警，变成一名真正名副其实的霹雳警花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加强锻炼各位的体魄和各种近身肉搏的晋级之术。现在我们请陈志熙警官来担任各位的教官。开始。我是陈志熙，负责教各位在紧急状况下如何脱困及打击匪徒的方法。叶半平，哟，请上来示范。是。我们跟匪徒作战，通常是敌暗我明，因此常常遭到突击。叶半平，你当匪徒，从背后抱住。什么？与歹徒作战是不分男女的，抱住我。是。你是歹徒，想制服我，想杀我，不是跟情人谈恋爱。笑什么？叶半平，抱住我。是。脱困第一招就是出其不意，打击对方要害。现在我当匪徒，从背后攻击你，你该怎么办？哇塞，加上他这一棒，我死也甘心了。少恶心啊，出息。换个聪明的上来，沈玉上来做示范。我来。出来。是。你在干什么？快动手！你们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，居然没有人能脱困。教官，我来。好，出来。是。动手。想不到你个子这么小，身手倒不错。女人的力量天生比男人差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技巧跟智慧，你们要多向林阿妹学习。嗯。